时光外流，回到了2022年7月2号，瑞芳，瑞芳站了10:21，28:07.76，七度八折将北回香港南澳的两三天行试运转了，12:03.38的偏豆的呀，蓝色带新的记得来喝。有了3038的偏豆的饮料，蓝色带新的记得来喝。8776，七度八折将北回香港南澳的试运转列车，新的记得来喝，在瑞芳。瑞芳带你通过蓝色带啊。10:12，11:22，以及代表是4354福隆发这就员，香港树林的，绿色微笑三分钟就完九，9:50。等下11点多拍完，我就可以去吃饭。哇，大家可能预估会拍12了，12位好久没拍。第一台 A 侧即将列车通过，有21次花莲八折就没用了数。拜拜，21次花莲八折就没用了数。用3012面左偏豆的新的机载哈。10:23，11月2号。好。拜拜，13:04，12面左含经理21的偏豆等呀。绿色带新成绩，然后21次花莲发射将北回香港树林了。13:12含经理21，偏豆等呀。绿色带新成绩，然后再见，麻烦。10:24，11月2号再见，麻烦。